Hello，你们三个看好了啊！女人要能做得一手好菜，才能够抓住男人。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们老爸那样的。别太挑剔了，赶快去找到自己的幸福吧。你长得好像那个谁啊，最烂女主角啊，黄牡丹。谁最烂女主角？骑行车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是倒垃圾的。明明就是你分的手。是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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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子！等等等等，你有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可大了，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。错啊。你呢？我想去后海划船。 I love you! Give love a chance! 请你相信我。你骗了我！说出来 ，I love you。I love you。大声一点 ，I love you。